你在看我的排名吗？你要来探讨一下吗？你问问他吧，他挺强的。那你好厉害啊，第二名。那从第一排到第三十吗？对啊。出事了。能说清楚。有点卷了，有点像那个最强大脑金融版，感觉你话不是很多。我吗？对，就是也不知道说啥，瞎说嘛，反正对。我也不知道说啥。所以你一直在美国吗？对，我英文说的比我中文好。所以你以后想要待在美国还是？目前是想在待在国内的，对。Hello， 欢迎光临。Hello， 你好。Hello， 欢迎光临。来来，我坐你旁边。